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凭借我多年的赶海经验，好像不在这儿。哎，呵，在这儿。小样，发现一只派大星啊！啊，这样的海五星实在太多了，这个太小。开始我以为是块石头，还在动。呵，原来是只鲍鱼啊！这也太会伪装了吧？搁这里跟我瞪眼呢，瞪啥眼？哎呦，哎呦！现在发现我了吧？收了你，真漂亮。哇，这也是个海五星吗？这也太丑了吧！来大货了！哇塞！哇，别跑！哇，这鱼很少见。哇，快走吧你！这是什么架势啊？你个小赤甲猴，收了这个金钱螺，爬了半天了吧？不要你。哎，我的目标是你。这个小家伙太好玩了啊！一只小寄居蟹，呦呦呦！哟，发现一只红色的不明物体啊！像这样遗弃在大海里的垃圾啊，一定要带走，爱护好环境吧。这是个啥东西啊？还挺漂亮的呢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喜欢的小伙伴打个666吧。